新闻开始，咱来关心。今仔日本来是苗栗大埔四号农民爱家己拆除的日子，这个案是引起社会抗议批评。居民是讲今仔日要来守夜来抗争。行政议会行政院长江启华今日透早有表示讲，这四号的民体无共款，状况拢无共，而且根据行政院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结论，是讲这四号毋是这四号拢爱专听嘛，无讲一定袂爱听。但咱来听江启华是安那讲的。他在这个开辟都市道路之前呢，是暂时原屋保留，所以以目前来讲，其实比较适合的做法就是暂时都不要拆除。那至于说什么时候是适合拆除的这个时机，当时协调会的共识是，将来如果说原屋主的建物改建等等那一种时刻，可能是比较自然而然的一个时机，而不是说在现在现实的要去拆除。江永华是表示讲，三年前的协商有讲，这结论是原厝保留这个结论，而且这都市审查委员会并无授权地方政府讲谁爱就去拆，包括总统马英九、副总统郭敦基，还有行政院，拢是真希望讲这个代志会当圆满来解决。这下晡郭敦基也会开跨部会协调会。